侦查结束之后，我们变成辩护人，辩护人就可以调查取证了。因为到第二阶段，我也可以看到指控他的材料，包括监控录像，包括他前面犯的那个事的判决书，一些背景材料。那么还差什么？那个时候再查，现在是没有权利进行调查的。所以，这样假设就是说，官方如果起诉他，也面临着被调查的一个困难。哎，对，因为我就介入了，但是这个恐怕不是他考虑的最多，他因为。他总要起诉别人吧，总有律师要介入进去。你无非是王立权这里，那就把张律师排除掉。那么还有彭律师，那个钱晨宇你起不起诉？那个费良义你起不起诉？这些都是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相只有两个人知道，三个人知道，一个是钱运辉他已经走了，不可能了，除非你用巫术，我身边他用巫术。费良义和黄彪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俩的律师，可以。谁是他的律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但是批捕了，应该有一个告知程序的，就是告知你有权聘请律师。处在现在你的代理人这个位置被拘留，还没有批捕，或者说已被批捕的，一共有多少人这个情况？涉及到钱运辉的。哦，我现在知道就三个，只有三个，就是费良义，那个钱晨宇和这个王立权。其他是不是还有村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没了解到。他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什么使他和这个钱运辉有着这么深的一个关系？啊，他是这个我问了，我说你跟钱运辉是什么关系？他说他是村长，我是村的纪检委员。啊，这个纪检委员是不是纪律检查委员？我想一个村怕不会，这个村支部不会建立一个纪检委员这么一个职务，但是或者说是经济委员，因为方言，这个就反正就是他们是一个班子的，我们叫他们是一个班子的，所以呢是经常沟通关于土地的问题。再说加上两个人一起走过路，你听得懂温州话吗？温州话听不懂，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还可以，还可以，只是少数发音。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在乐清，所以昨天我后来也会见了我的另外一个当事。关于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可以我没问到的？我怎么讲，我非常尊敬艾老，我也非常想知道，就是说是不是有那么坏的一个政权，或者说有那么坏的一个利益集团。如果是这样，那是天理不容的。我个人啊，讲，那你自己考虑是不是剪掉。恐怕是有点像是一个比较偶然的，就在错误的时间、错误地点、在错误对象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可能性稍微大一点。当然也不是说就可能几十年之后费良义得什么绝症呢，他突然说其实这事情我最清楚，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谋杀，这个不好讲。但是呢，就是说从事先，包括我从那个吴干那里他的那个报告我阅读过，他最典型的就是说可能王立权有问题，那么这点是可以排除的。我觉得我很尊重你的判断啊，因为我相信律师的专业性和他的对自己的这种判断的一种求真的一种态度吧。我也同意你的看法，就是他，我不排除他有任何可能。首先是交通事故，对吧？这是最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是对调查的调查？对对，各方怎么展示，对对对，证据，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对，是理性的还是一个
因为你不可能说丑化一个集团或者一个对对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显然不是说任何人，有人有这种由于社会或者是现状使人们有这个取向，对吧？嗯，对权力的不信任，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对，这个警察也承认，他没赢得过这个信任，对吧？对对对。那么作为调查者呢，显然是希望所有的证据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呈现，对吧？嗯。那么你没有这个证据，那即使你认为是这样的，你也还是可以认为是。是是是是。对不对？是是是。所以我从目前我们看呢，我们只能看到一方呢是证据没有完全的展现，另一方面是完全是情绪和意见。对。对，那么这个情绪的意见呢，他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他啊是是是长期是是是被形成的，是是是是是要有这样的意见，是，但是呢，这个跟事实可能毫无关系。嗯，对，这也是我们做的。我力图想避免的，就包括我介入这个案子，想避免就是说草草的下一个结论，然后呢，为了什么面子或者一种偏见，然后呢，就拼命的寻找支持自己已经下的那个判断的材料，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很普遍。所以我刚才说，我现在的感觉，但是也不排除这里边呢，哎，说句实话，假如我是废的律师啊。如果为了费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也不排除我知道了不讲出来的，因为这又是角色的问题。不能像温州警方讲的，就说你看你们律师来都是关注着他是不是被谋杀的，一旦知道了不是这个结论之后，马上就没兴趣了，然后也不管别人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抹黑，那我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王立前的律师，他的最好的结果，像最好的结果就是先起保候审，人先出来，不但我能见到他，媒体能见到他，大家一起来挖掘，我可能就过于专业，可能也是一个缺陷吧，也是一个局限性，所以先申请起保，是在维护你的当事人的同时，维护了一个权益，就是整个法律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我们很尊重，很好，谢谢你。对，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尊重爱老，真的不容易。